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坐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赞扬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安乐地保守我，在他殿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底，因为说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现在我的仰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底花安然献祭，我要唱声歌颂耶和华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坐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赞扬